我现在到街上了，然后去买点东西。看到这个店没有？有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？对，我要来这里买点拖拉机备件。那个拖拉机不是坏了吗？过来买一点配件回去弄。给你拆，哎，拆干什么？有嘞有嘞，你啊两条螺丝要平我呗啊？啊两条干过呀，两条螺丝啊。得了啊。好了，现在都买好了，准备回去修车。现在东西已经买回来了，开始干活。现在要把下面这几个螺丝给它拆掉，不过都变成这样子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拆。扭了几下，没扭得动，因为它下面那个螺丝常年泡水，已经腐蚀烂完了，根本扭不动。现在只能想办法把这螺丝给它敲掉了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它扭出来吧。已经呼叫我妈拿工具过来了，现在先把上面这些给它拆掉去。哎呀，哦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扭出来了。看看，这都是什么螺丝？看到没有？能扭出来很不错，这种螺丝。好了，现在把这个拿出来。就这个垫片烂了，所以就从这里漏水出来。先把这些铲掉，这些旧的。太脏了，给它洗一下。我妈跟同来的嘛。哎，那跟好耐嘞。刚因为这个螺丝坏了，刚买了几颗回来，今天就把它装上去。好了，现在冲水去看一下还漏不漏。好像可以了。之前就是从这里漏的，从底下这里漏的，现在好像不漏了。现在已经不漏了，开始把这东西全部装上去。这个水箱搞定了，还有这个转弯的还没搞。这个车真的是开一次修一次，我都服了。拖拉机的结构就这样子了，转弯就这靠这两个了。我去，焊死了！哎呀，我。
怎么搞啊？我老板把这里焊死了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所以真要修的话，要把这整块全部拆完出来。这么久不弄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弄。这个已经很久了没搞过这个，不确定等会拆出来会不会装。不管了，先拆出来再说。这个我只记得以前跟我爸拆过一次。就这个东西都已经磨完了。拖拉机里面结构就这样子了，这两个是转弯的，这个是档位，这个是快慢档。先把这个给它盖好，不然半夜下雨的话就麻烦了。